因为新鲜人，我们就是你。他们的车站里面有一个清酒博物馆。Oh my god！ 而且他有卖小黄瓜给你配着吃，好棒哦！这里，我定居在这里，我定居。定居。接驳车大概15分钟，就一般，我不会回饭店呢、啊。我就是一直在那边待很久，老公还一直打电话说 ：“baby 你在哪？不要吵了。”我在研究日本的文化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